相亲注意以下的几个词语哈，可以为你省几百万。男孩子们一定要看完。如果一个女孩子问你要态度哈，记住，态度这个词语哈，现在值180,000最少。这个词语在江西、河南等地区哈，有可能会更贵，最少要30,000-50,000哈。第二个词语，安全感哈，记住，安全感至少值300万以上。有车有房稳定高薪的工作就是安全感，我算了一下最少300万啊。第三个词语，对我好啊，记住，对我好这个词语现在是无价。如果女孩对你说你一定要对我好，你记住哈，这个女的你永远都满足不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的欲望是一层一层往上升的，你永远都满足不了他，他永远可以找任何的理由，他说你对他不好啊，你一个月赚3000，你全给他，他说你对他不好，你赚的钱不够，是吧？你一个月赚10万，你全给他，他也说你对他不好啊，你为什么不赚100万？这句话你如果换着对马云讲，是吧？你没个几千个亿拿不下来，捞女用得好，一年赚个几百万没问题，是吧？反正别人都是自愿的，不违规不违法。相亲女对你说这三个词语，你一定要知道它的用途。